大家好，我是 Terry 江正凯，我是美玲。是的，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做在家做简单的亲子运动。这个动作呢，主要是训练爸爸，然后跟弟弟，小孩子跟你在身上的互动，也是一个平衡感，跟他下肢肌肉的训练。啊，是坐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所以但是妈妈要在旁边保护他，好不好？就是说训练爸爸的腰力，也训练小朋友的腿力。OK， 好嘞，预备备，棒式，坐，来坐，爸爸背上来。来，像这样，咻，一、二，坐好，预备 ，Go。跟下去，我准备。这时候爸爸有点酸的时候，要忍耐一下。好，跟下去，我坐飞机。建议在。飞上去，然后有没有哦？他的那个腿就开始这样踢了。好，这个训练主要是针对。好笑哦。很好笑，尤其是生完第一胎的爸爸，如果要准备第二胎的话，这动作很有帮助。就是要注意你旁边呢、一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旁边是空旷的地方啊，如果说旁边有一些小东西的话，就怕他跌倒的时候会去撞到。